这街经过上一轮的战队 PK， 可谓有人欢喜有人愁。易烊千玺战队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晋级，韩庚战队却连失四员大将，战队编排岌岌可危。不管是队长大秀还是本轮战队 battle， 四支战队又会怎样各出奇招呢？有请营业中的王老师上线为大家进行专业测评。但真的比赛我也不会对你客气，因为我对你仁慈就是对自己。第一轮两队都很炸，看来是憋了大招。修楼梯战队做了一个樱花舞的新编，真是暴露年龄系列，看过这个的人应该都老了吧。这是80后的青春回忆，是由郭富城的电影里创造的曾经风靡一时的舞蹈。抛开情怀，王老师认为这段舞蹈不论从服装搭配、道具运用、动作设计，还有舞者的表现力，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作品，看的人开心满满。中间还有还原原版樱花舞的动作，让人看得又有回忆又有全新的视觉体验。态度大师战队这一轮只有马小龙和金小根两个人，本来我是不太看好的，两个人的起舞编排太难了，但王老师没想到他们做了这样一个现代舞风格的编排，主题立意很明确，整个身体形态以鸟为意象来设计舞蹈动作。说到这儿，也许会有人质疑这不是街舞，没错，这确实不是传统街舞的编排和音乐选择，但街舞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舞种，它一直在进化，年轻的舞者们不停地吸纳其他舞蹈元素融入其中，
这支舞蹈有很多现代舞的发力方式，动作看似轻柔但有张力。金小根的表现更出色，他把很多 B-boy 的技巧动作换了一种发力方式融入这个舞蹈中，真的是相当亮眼，可以说他是这支舞的灵魂。两支队伍真是各展风骚，虽然修楼梯高票获胜，但就整个作品的深度和舞蹈内容来看，王老师这轮会投给态度大师战队。而且没想到小猪也毫不讳言对对手的欣赏，这是真正爱舞蹈懂舞蹈的人呢。很近的去看你们的表演，真的有打到我的心里面，你们非常高级，真的。这一轮两队都走创意路线，态度大师战队以街机游戏为主题，舞者 cos 的都是经典的游戏角色，绳子作为道具贯穿了整个舞蹈，运用完整，是王老师喜欢的风格。修楼梯玩的是科学怪人梗，但中间的舞蹈有点跑题，到结束部分才又点回主题，噱头后劲不足。说回舞蹈的编排，态度大师的舞蹈难度更大，也正是因为一直涉及到要利用好绳子去完成舞蹈动作，王老师认为战队的熟练度可能还不够，所以整个舞蹈感觉比较拖沓，让人揪心失误。修楼梯采用的 hip hop 起舞编排只能算中规中矩，但中间 Sammy 和两个女孩的 routine 动作设计新鲜亮眼，两相对比，两队仅相差一票情有可原。不过在创意和舞蹈本身的顺滑程度之间，王老师其实会判修楼梯小胜一筹，毕竟舞蹈还是主体，如果态度大师的动作设计衔接再顺畅一些，那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作品。无暇联盟的这个作品是一个很情绪向的作品，而且他们的优势在于选了一首中文情歌，观众终于能 get 歌词了，也能更直接地接收到他们的身体情绪。王润和 Abby 很适合这一类型的舞蹈，从表情到舞蹈都很能让人抓住观众的情绪。惊喜的建言作为 B-boy 在这类情绪类型的编舞作品里也十分和谐。对于毅然装置战队的这一段作品，王老师猜测也许不少普通观众会黑人问号脸，他们在跳什么？其实毅然装置的 Popper 为大家带来的这轮无暇联盟真的做了一个很武侠的编排，音乐选在点上和主题般配。不过在王老师浩瀚的观舞经历中，类似的武侠剧情打斗类舞蹈设计并不少见，这种类型的舞蹈难度在兼顾打斗的感觉和舞蹈的形式，从这方面来说的话，这至少不是我看过最好的编排。毅然装置战队走起了深沉路线，表达意境时的队形变化和动作串联都做得不错，虽然他们要表达的主题没有十分的明确，但王老师能感受到他们想要传递的情感，你会不由自主的要顺着他们的舞蹈去体会他们在述说什么。虽然这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还是有些门槛，但艺术终究是创作的结果，总要有人多做这样的尝试，才会不断有新的形式迸发。总而言之，这一轮我会投给毅然装置。
节目播到第八期，大家且看且珍惜。最近有了淘汰之后，网络街头的火药味儿也重了起来。但有时候过分执着于某些点，会让人忽视了舞者在幕后编排练习时想要传达的初心。 battle 很难，因为队员的匹配度、对手的排兵布阵通通需要算计。 battle 很简单，因为来参赛的舞者都是秉承了 love and peace 的信念。如果观众们也都有这个共识的话，得嘞，这就是再好不过的一档街舞盛宴了。打开优酷 APP 首页搜索，这就是街舞，进入节目专区，更多视频等你来看。